熟之后想到我要挑战我自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洗手可以做弱势一点吗？你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给我看。但是来到这边，我超级无敌紧张的，完全就是一片空白。每天都要说，每天上班前都要说，我今天绝对不能犯错，但是没有，都一定会犯错。